年糕火鸡面，我这个是甜辣的，然后这个是榴莲的，太新颖了，咱尝尝这甜辣的。这个是冲泡型的，用水一泡就行，特别方便。你像年糕是空心的，糯呀，辣味还行，中等偏上的辣度。这里边的年糕特别好吃，特别 Q 弹。这一大碗分量还不小。这辣劲儿有点上来了，这辣有点后翻劲儿。哇！说实话，我不爱吃榴莲，但是这个它榴莲味还闻起来榴莲味特别浓郁，我尝一尝。如果让我推荐的话，我就推荐这个甜辣的，我觉得好吃。就闻着味比较浓郁，吃着还好，其实它这个里边还有淡淡的奶油味儿。接受。我一开始听到榴莲的时候，说实话有点抵触，因为我不爱吃榴莲。但是你要让我选的话，我肯定还是选这个甜辣的，我觉得好吃。面饼的口感各方面都是一样的，他说那个味道有点不一样，就是这个味道在火鸡面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榴莲的味道，然后它那个撒料里边还带了一点点那种奶粉，所以说又多了一层那种淡淡的小奶味儿。哇，这会儿后劲儿上来了啊，辣！总体这个算好吃的，这个我就不吃完了。